你知道我恨水西安，我是回不了西安了，也不能把你给带回西安了。黑妞，你别怨我，别怨我，我让妹子云丹给你多采点野花，你看着美不美啊？啊，黑妞，我知道你喜欢听我唱戏。今儿允许我最后一次再给你唱一会儿，你要在阴间保佑允许呢。小月，是小月。おい、あの女マジで泣いて、ずっと泣いてんだろ、そこで。あの女の男が死んでしまって、彼女はダニボ国軍に尽くす決意しました。行く前に、彼女が自分とすでに死んでいた男も安心させます。こうすると、ダニボ国軍に忠誠を尽くすんです。延住时间。あの女、墓に何度も花を刺して何してるんですか。先生の風俗習慣だ。云秀，你这得哭到啥时候啊？表妹呢？谁？云端。啊，采花去了。云端，赶紧的，你姐夫等不及了，这花采到哪儿去了？给他姐夫采花呢。我们这陕西啊有个风俗，这小姨子给他姐夫坟上插100朵花。他姐夫呀就能保佑他找个好女婿。你知道这百里挑一咋来的不？就是从这儿来的。
就不让云端给他姐夫多插点花，保佑他，他姐夫保佑他找个好女婿嘛。你不是说想让在山西给他找个男人吗？做什么？我们山西可没这习惯。可是我妹子云端她是个陕西人啊，是不？走。云端呀，你姐夫等不及了呀！你赶紧把野花给我采回来呀！云端。云秀，这回差不多了吧？纸也烧了，花也采了，你这戏也唱完了，咱是不是该走了？对，总是要分别的。黑妞，咱来世见了啊！今右稻田连队渡黑河奔袭你部，在黑河两岸伏击。云秀，小月，太好了，快赶紧给他们回电说咱们收到了。小月已经把发报机给关掉了。关掉了？那他们在哪里发的电报啊？他们肯定跟鬼子在一起，否则不会带鬼子进黑森林的。小月是怎么发的呢？他们的处境，他为什么把发报机给关掉了？为什么呀？陈芳，你觉不觉得这里有诈呀？万一鬼子迫使了，小月用的是我给他专用的密码编发的电报，就算他死了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咱们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战机。云秀，别看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再看最后一眼。走吧，走了。稻田的连队距离黑森林直线距离是150公里，而我们到黑森林的距离只有50公里。根据云秀和小月发来的电报上预计，他们今天晚上会和鬼子乘坐汽车先到达柳叶镇，但到达柳叶镇之后就没有公路了，他们只能步行进入到中条山南部的黑森林，这段山路只有40公里，所以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黑森林，在黑河两岸埋伏好，等鬼子过河时将他们全部歼灭。有问题吗？要是鬼子今晚不出发呢？鬼子不出发，我们也要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，哪怕像死人一样给我趴在黑河两岸等着稻田。我想
这么好的机会，稻田是不会放弃的。如果云秀聪明的话，他会带着稻田沿着黑森林的下方走，我们就在山上揍这些挨刀的。云秀不傻。水师长，我有个疑问，云秀咋知道中条山有个黑森林和黑河呢？他凭啥要挑选此处叫咱们收拾稻田的连队呢？他熟悉进入黑森林的路线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鬼子抓了云秀和小月，将他们带路寻找我们新武士。云秀一定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中条山的地图，况且鬼子大概也清楚我们现在就在桃花沟。他们之所以不敢贸然进入桃花沟，是因为他们对地形还不熟。在十几年前，云秀为了到山西寻找我，他肯定曾经走过黑森林的这条路，所以他知道如何把鬼子引进黑河的埋伏圈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师长，赶紧下命令吧。鬼子要是进了黑森林，他们是不可能携带重型武器的，因为那里全是羊肠小道，这对咱们实在太有利了。只要云秀和小月把鬼子带进了埋伏圈，把他们全歼灭应该不是问题。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在战斗打响之后小月和云秀的安全呢？鬼子会在哪里渡河啊？建哥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去跟稻田连队长会合。呀，你这我哭的把正事都忘了。我看你跟黑牛感情还真挺好的。哎，好啥呀？不好你能哭成那样，哭天喊地的。这人啊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这男人死了，这女人总得哭一下，要不然显得多没情感呀。其实这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啊，谈不上啥感情，那就是搭班过日子的。这女人啊，看似在那哭坟呢，其实是哭自己，哭自己命不好呢。我看你命挺好的呀。我命啥好呀？哎，啊，好在哪儿呢？好在性格上。我是个啥性格我都不知道，还好在性格上。你就好在这个糊涂二字上。这倒也对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开心一天是一天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也是，我在想啊，如果有一天你把这个世间的大是大非都看透了，你一定能成圣人。我还能够成个圣人？我才不要出家呢啊！这成天吃斋念佛诵经的，那多没意思。我现在好，过得自在。还真是，你还真是那种待不住的人。哎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表妹她挺合适的，她也不说说话。那现在是跟你不熟，跟你熟了那话得使多。稲田連隊長、準備が整いました。すぐに出発できます。すぐに出発だ。はっ。全体出発。云秀，啊，我们上这车。啊，上这车啊。嗯，啊、走。哎，那。小汽车它能爬到那黑森林吗？一会儿啊，咱们到了柳叶镇就下车。啊，
然后改步行。呀，那到了那黑河天就亮了。大部队再步行40多公里，就绕到了桐花沟后边的黑森林了。中国女ならおとなしく案内に応じるとは自分にはどう思う。疑っているのか。自分の男を殺されている女ですよ。君は中国の女を分かっていない。中国の嫁入りは見合いも何もあ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。どんな夫に嫁ぐかも知らんのだ。嫁いだ後不満があろうと関係はない。中国の言葉に嫁は一番鶏に従い、夜は飼い犬に従うと。しかし我々が皇軍と知っての上でありますか。前にも言ったはずだ。女の髪は長いが遠くまでは見れない。あの二人には手厚い待遇を約束した。金で操れないものは多くはない。呀，你说你们要把那水仙给收拾了，这不钱没事要去吗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以后的生活就不会再缺钱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接蛋的人走了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刚才给黑牛烧纸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他们出发了。好。哎，真要打起来了，我跟我妹子得躲到你们后头啊。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怎么现在还往后躲了？哎呀，这我结了婚，有了娃，我这就变胆小了。你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娃咋办呀？娃靠谁去啊？哎呀，这人呀，有了后顾之忧之后啊，就变得胆小了。不过也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，你说对不？是，放心，我保护你。对，有你我就放心了。呀，你这开得好点嘛，这把人腰快颠断了。自分はあらかじめ地形を調べました。ここは人影少なく、両岸には崖が迫り、待ち伏せにはまさに格好の場所であるんです。それは考えの範疇だ。あの女が我々を騙せるか、どうやって水深屋に連絡を取るか。杨队长、马队长，你们赶到黑森林之后，马上过河占领有利地势。当你们看到有日军在山顶走的时候，马上撤下来。反正他们要过河，等他们过河的时候，你们在包抄上。我会从河的东面打下，到时候你们从河的西面冲过来。是是。去吧。陈峰，你觉得咱们这个方案能保证云秀跟小月的安全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不能确定云秀和小月具体会在哪儿上岸，还有到底有多少鬼子跟着他。但是有一点，咱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稻田肯定会选择河面宽、河水缓的地方过河。黑河最平缓的地方就是豹子坡。要不这样吧，西安，你给我一个班的狙击手，这样的话我们行动比较快，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他们俩的安全。云秀这么机智聪明，一定没问题。哎，郭队长。云秀，怎么能绕到这个黑森林？往北这个小山啊，叫做凤凰山。过了这个山，往左一拐就是黑森林。啊。伊那达连长，前方の丘を越えて、さらに北へ進むと黒森林です。宮本君、部隊を黒い森林に進ませる。はっ。行け、行け、ほら。角さん。はい。あなたが案内してくれ。はい。行け行け行け。
投了，快！不是你，你这都啥时候还让人拿枪你压？别说话！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要不说话。别说话，走。啊，不说话。那，呀，这快走，压着人，跟压犯人。人送给人心。没走错吧？不是，怎么了，建哥？这山了，这山路太难走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呀！你那条路你还说难走？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别废话，走！哎呀，把人都快累死了，还不让说话！哎呀，这要人命的吗？少说两句，快走！哎呀妈呀！如果稻田不从这儿经过的话，我们会从山坡上追击他们。好，侦察兵派了吗？我派了两个排的侦察兵，他们会随时向我汇报。看到那块石头了吗？我带几个狙击手在那边埋伏，你带人从侧面掩护。知道了，一定要保证云秀和小月的安全。放心吧，狙击手跟我走。稲田連隊長、この下の流れはとても急です。バウズポーから渡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。スイシーアンは夢にも思わんだろう、我々に退路を断たれるとは。なすべもないはずだ。すぐ出発し、川を渡る。はっ、出発。天高任鸟飞、抽泥扔瘪窝。稻田的部队距离豹子坡只有五里路了。看见云秀和小月了吗？看见了，他们被四名鬼子逼压着。跟崔团长说准备战斗，跟廖春风讲，他和狙击手干掉压着云秀和小月的日本兵之后，我们再开火。是。跟弟兄们说进入阵地。是，进入阵地。仙哥，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你们家住的时候，我还学了一首山西民歌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。杏花花你就白，桃花花你就红。哎，咋不对吗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说话。哎呀，我这都憋了一路，快憋死了。就算憋死你也别说话。你怕啥嘛？那水西安的部队离得远着呢，你就打枪他们也听不见。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，安静一点呀？我这不说话都快变成哑巴了。那我不说话，那我就唱秦腔了啊。等咱打完仗啊，啊，你爱怎么吼怎么吼，爱怎么唱怎么唱，就像你说唱秦腔，吼去，随便吼啊，吼吼。哎，你这说的不对，那不叫吼，那叫高亢。哎，高亢高亢。你这嘴呀，你怎么就不能歇一会儿？你能不能闭一会儿？别说话。哎呀，我这嘴要是闲着了，我这人也就没了。哎，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记住了啊？啥事儿啊？给我妹子找个大个的男人啊！行，别说话了啊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什么智慧的、聪明的、长得俊的。我觉得现在啊，不要智慧的了。我觉得有脑子男人爱哄女人，只要个高，
哎，哪怕是个傻子都行，不傻，傻点就行。我现在真想拿针把你这个嘴给你缝上了。我都能想象到你一边缝我嘴的时候，我还能说话呢。就是这样，不说话了啊。弟兄们，绝对不能给鬼子还手的机会，主要瞄准云秀和郭小爷身后的鬼子。分散。我的妈呀！啊，看得我晕得慌。我咋晕水了？突然，指令を出せ。川を渡った後休むことなく、進撃を続け。タオハ号に直行しろ。はっ。连长，鬼子上来了。准备。你说这廖春风收到咱电报了？放心吧，肯定收到了。云秀，只要一会儿枪一响，咱俩就跑，什么都不要管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你快点走！呀，哎呀，我咋还晕水呢？真的，那这是桥不稳吗？这是。你得快点走，过河就不晕了。啊！哎呀，可不，得慢点，我别掉下去，掉下去淹死了，谁给你们带路呀？那你把我扶好了啊，云端。哎，哎呀，晕得很。
你们，给我打！我在，曹操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，曹操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胡说啥呢？你会没事的。对，没事，小玉没事。鬼子呢？没鬼子，这里没鬼子，这里没鬼子，没鬼子，没鬼子，没鬼子。春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实话告诉我。好，一定。你说，你是共产党吗？是，我是共产党。小玉，你别怪我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在你刺杀水西安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怀疑了。Thank you.
不要鸣枪了，留点子弹打鬼子吧。水师长，水师长，师长，集团军司令部急电。哼，祝贺的来电倒是快。去吧。是。陈芳，为什么要我们撤离中国山？还是司令部想得周全。别看咱们这个仗打胜了，但是咱们跟日军交战多次，伤亡很是惨重啊。是啊，准备还是不足啊，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差距，但是咱们的勇气不输给他们。石师长，抓住一个活的，带上来。我天，你个狗日的还活着！哎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明秀，明秀，明秀，他是俘虏，冷静。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救我！我回家！我要去看我爸！你现在相信你爸了？你说你爸多好，你咋生你这样一个人啊？你咋就能变成汉奸呢？你知道你害死多少人吗？我错了。我错了，云秀，我就问你件事：如果我死了，你去我们家看看我爸，看你爸，告诉你爸，你是个汉奸，对不对？啊！我错了。等等，小日本是不会去见丹丹的。丹丹。